正在等待飞儿的动作呢，欢迎大家。来个这个吧，欢快一点开始。666，谢谢丁丁哥哥。谢谢吹风哥。感谢你哥呀，过去了，在这事儿怎么地？哇！谢谢海棠，也谢谢星者哥哥。窗外细雨。淅淅，小到寂寞捡起回忆，想起那些美好过去，你的美容渐渐珍惜，在这拥挤的白白里，寻遍不到那个是你，多情自古伤别离，点点滴滴化作叹息。
海棠哥，还有星者，谢谢生日入耳，还有家福，还有富家特哥哥，谢谢秦力哥哥，还有光飞，谢谢梁哥，谢谢你当蹦蹦哥、野狼哥、酷酷哥以及开心，谢谢，谢谢灵王哥、威神哥、爱贝人，谢谢，欢迎星空哥哥。歌的名字叫《天在下雨，我在想你》。谢谢宝宝送来的夸奖，还有棒棒糖，谢谢爱六九。Hello， 开个声音大一点。今天有些不同，比明天起得早，洗脸刷牙出门都感觉很轻松。夫妻隔壁邻居间发又在吵个不停，我的他一直没选中。回想自己很多理想还在挣扎中，忙忙碌碌奔波不停，希望总落空。明明知道任何事情总需要一个过程，却总是只嫌东风。左眼皮跳跳，好事要来到，不是要升官，就是快要发财了。左眼皮跳跳，那吉祥的预兆，就算什么都没有，也让我心情好。樊梦哥哥，哥的名字叫左眼皮跳跳。给你们放首歌。喜欢主播可以点点关注，正好没有做摘肉的宝宝把摘肉做一做，腿陪我们聊会儿天，主要是我不会的，聊聊就聊对我自己聊够去了。现在谢谢日出东方，为我不败哥。感谢爱菲尔、明宇哥哥、新波哥，怎么刷礼物就走了呢？谢谢斌哥，还有这个斌斌哥、华哥，欢迎非常好听哥哥。嗯，谢谢韩姑娘，还有朱爱英、秀儿姐，谢谢好，谢谢好听哥，谢谢。还有海风哥、白梦哥哥以及牛牛哥，聊会天。明天休息，今儿不周天嘛，周一休息。我是最胖的，我知道我是最胖的。谢谢喜阳哥哥，正好没有做摘任务的，乱动啊，乱动好。
头发这么美有吗？啊，干啥呀？我嗓子哑了，你有没有啥偏方啊？你看这整没有用，上这家不告诉我嗓子哑。嗯呐，这家静哥真哑了。嗓子哑了，抽点烟就好了。你咋不抽点酒呢？抽点烟，连抽烟带喝酒，就是、晚上一会儿就好。那你试试，你上面再嗷嗷喊两声。对，这差不多就好利索了。老妹儿，这个咋又还来还线条来了？还啥呀？他们说想起了连看看你。没有没有，主要是嗓子哑了，完了让我聊会儿天儿。你能不能教教我聊咋聊天儿？行不行？你看你这老妹儿，你先聊，你先试一下吧，你先试一下口聊个天，我去撒泡尿，憋不住了。你个别的，我可 hold 不住啊！我的哥，我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，唱歌吧。别看，憋住，憋住。哎呀，我 hold 不住啊！别的。完了，你们别走啊！走了，我在那啥了。完了，那个等勉哥回来啊。主要不会聊天，我一看勉没事，我就是有的没事的时候，我还偷偷看那个勉哥直播，我就觉得气氛特别特别好，值得我学习的。谢谢黑夜哥哥。完了，对面的宝宝，别勉哥没在的时候，你们 MC 费强刷一刷啊，回来给勉哥一个惊喜，溜溜的走一走啊。谢谢。虽然看不见，但是票涨了，谢谢宝宝们。哎呀呀呀，涨了。那你涨得慢点了，对面的宝宝。我不行了，我 hold 不住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妈，我他妈我上趟厕所回来，他妈都还有骂我呢，今天。我是傻逼，我他妈上厕所不让啊。谢谢。那我也去一趟了，你候着点。那行，你快去吧，你先去吧，我先追追你，去尿尿吧。我不去了。你尿。感谢火龙，感谢星火这个对龙弟啊，兄弟们有礼物的，搁网上上一上啊，一人都上一上。你人家他们随随便便就来300多块钱，咱家咋的呀？对吧？拿出这种气势来，别他妈的到哪去就呱呱就能刷，哎，谢果冻，就这样式小溜溜一门刷，你哥心里面得老得劲儿呢。谢果冻啊，果冻你放心得了，不要以后你放心。宝宝，那皇冠一点用都没有。果冻啊，上一上，都上一上来，都整一整，往上刷一刷啊，随便刷刷啥都行啊。敏哥，我愿意听你唱那个大女人。大女人，我就唱一段呗，我看能拉多少票呗。嗯，咱们别偷塔了，400多块钱，快点，追追啊！来，对，来，兄弟们，有票的气质，这种上来。对面涨票涨得挺快，有的时候急急忙忙啊只会翻船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醒来，算我太迷糊还有天秋蓝，不要紧张，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，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30遍，天天哥哥说的女生哥哥没有写，忍不住分身抽抽干眼，你动不动就翻脸，又到点了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其实你有点大女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，我还是爱你的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，在心里抽抽算计，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，才证明我最爱你，像我这个男人你要懂得珍惜，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一听，眼一睁一闭不要太着急，要爱就要欢喜，兄弟们再来点，只有20秒，完了
这这红可走天涯，谁不知道你可舍不下。我不唱了，好了，谢谢今天还欠我个欠条。嗯呐，在我牛逼的时候欠了我两个欠条，现在就剩一个了。现在你哥拉了，每天你都能拿回一个。没有，那你咋不说那一天你就给我整多少个呢？这我还是分，我还哪有昨都拉了天了，真拉了，哥老妹儿。那你那这么说，那我都拉完拉的。欢迎哈哈哥。谢谢，哪是哈哈哥？谢谢哈哥，谢谢哈哥。吃啥呢？萝卜。我的天，没谁了。这两天我跟你说，老妹儿，我不知道，我这两天我寻思，我得他妈把这个头发，我这头发是不是有点什么不对劲儿？把头发烫一烫，能好点？烫个头发，卷弯啥的，整一整。嗯，挺好的，我觉得你。他们是不是看不上我？现在粉丝啥的，这不2496是不是看不上我了呢？不是，好像是比前两天长了，瞅着。嗯，他往刚，你现在感觉就敢看不上我似的，不能给我刷礼物，不咋回事。不是那么回事。那这平时你说正经来说，就是走路刷点六六啥，也速度那种感觉。他们是看我嗓子哑了，不舍得打我，真是。你说那话说的，打别人没舍得打呀，都舍不得呀。那你跟男的斗就好了，主要他们看小女孩都不想欺负。跟男的也打不过呀，男的不能，你下把你跟你斗一个男的，他们指定不带手下留情的。你看吧，我给你证明一下，一会儿你走吧。行，完到时候给我发个截图哈。嗯，看吧。你斗完了，你再斗我。对，你瞅吧。你们看一眼，你瞅一眼啊！我家大哥说给我买件衣服，我寻思挺开心呢，给我买件衣服。完了或者说一句话，当时我就脑瓜蹦一下子。咋的呢？你看看，我现在给我买的呢，看，是吧？这衣服，这不挺衣服挺贵吗？好钱儿。天一要不要？问天一要不？穿的特别好看。我说为啥问天一要不呢？你也要啊？问他喜不喜欢？我说白给都喜欢。你说那么现在都就是这大哥啥的不给我买衣服，为了给自己老弟给我这些老弟买衣服，主要是咋的了？主要是你穿这些衣服都挺多的了，我感觉像我一天天就穿这么件衣服，我总感觉你总换衣服啊。哼，我穿的秋衣咋不说呢？那不冷吗？一套秋衣秋裤，我妈在商场给我买的，200多呢。明哥唱歌在 YY 上数一数二的，真的特别厉害。唱歌唱快歌也挺有气氛的，而且人特别搞笑，比较逗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也唱一个嗨一点的，什么嗨一点？这比较相符的年代，也比较相符。这高歌直接唱不了了，低歌能对付对付。谢谢冰冰哥哥。黑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。喂，季哥哥，转回头看一看你匆匆数年，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相救难舍。
窗前，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，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，永远不远的是我的双眼。做摘肉的吧，摘肉也做一祝福啊，还有你们战斗号小号往里进一进，做摘肉，谢谢主播们，感谢冰冰哥哥以及小猪，谢谢心若止水，谢谢人生，还有王建平哥哥，谢谢深锁的爱，谢谢 QQ， 还有魔村哥，还有巨客，还有南陵王，谢谢八哥，谢谢老鬼哥哥。Hello， 谢谢玉米之香哥，谢谢大家的巴掌，谢谢老鬼哥哥，欢迎夏天哥，夏天是我，我嗓子又哑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卡吗？我问了啊，我看官方人在不在。找找，我看这官方谁管你直播间的呀？问了，谢独狼哥，谢如此哥，谢心动哥，谢科飞哥。昨天，今天是第二天直播。直播十分钟可以点免费的直播洗风机哦。
咋了？就今天不要刷了，明天再刷啊，明天再刷，留着。等他们回复。真爱人有机会。谢谢。谢谢夏天哥哥的耳朵刺。想唱一首歌，和别人的不同。我不是大美女，我也不是黄蓉。我世间情为何物？有多少人会懂？身边来来往往的人都。是一缕纱，自由飘荡在风中。我是一阵风，背影呼唤的黎明。姑娘也会有自己梦想的天空。休息一个月得上年度那我回来不拉了吗？你们把那个画质改成流畅模式的就应该那个啥了，应该不卡了。今天早点让你们开飞机没问题，把战役任务过一过啊，咱们就早点开飞机。飞机不好看，还行啊，让他们全打死了啥呀，看着没意思，主要你别唱歌哑呀，不休息好了这以后不行，主要后遗症可咋整。没谁了，飞飞了，真是！哎呀，你还愿不愿意直播了？挂头皮都。心疼我。我总连麦，总连麦，你们不都看够了吗？这个。安全帽，安全帽，拿出去了。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，好不利索。这次比上次严重，但是不疼了，我估计是已经皮实了，我就害怕我一直这么哑不休息。谢谢蜜蜂哥哥，谢谢浅然墨，浅然墨气哥。我要休息，我就去南方待着，那里边就哪块比较潮湿的地方，去那儿待养嗓子快，呼吸都是湿乎的。来我家，你们家在哪儿？我搁你家住，也得给你吃黄了，都可能吃了。重庆这天热不热呀？不能太冷的地儿，我这养病呢，不能有雾霾呀，好多地方都有雾霾呀。但是我感觉我去广州的时候，挺好的。广州那块儿就是空气就比较，它就比较潮，而且还不冷。我总不能上广州待一个月去，现在都不热了。嗯，云南不敢去，去我也带着我妈我爸去，
你这不是，你这不是接待我一个人，一接接一家啊。去山里边，对，山里边空气能好，那我总不能啥吧。但是我听说都是治眼睛，眼睛不好的人待在山里边对眼睛好。完了我就问为什么呢，他说多看绿色空气对眼睛好。我在马尔代夫呢，我得朝他要去。你妈就是我妈，你能别这么近呢。你上月球吧，月球我也上不去呀，主要是。年度之前必须得休息养一养。去过也不敢去。完了那个谁了，今天谁跟我说让我吃燕窝，我都没见过燕窝啥样，我都不会吃，吃那玩意也不治人。我还问一下，我说燕窝咋吃啊，买个我说哥给我炖呢。然后他说你买个砂锅。我说我连燕窝都没见过，还会吃吗？我不会吃。谢谢杨哥。吃，你们说这些东西我都吃过。你就上农村掰两天，农村干。这念啥呀，待两天呢，苞米，待两天苞米就都好了。你免跟谁打了又输了，来通风报信来了吗？西宝在吗？他好像没在，没接视频的。没反应。谢谢，谢谢剑宇哥。手术不行吗？不行，我还没到手术那个程度，只是嗓子比较哑，一直就是我的什么疲劳。谢谢剑宇的哥哥，谢谢张小青，主要就是没休息，为了长远打算，害怕，我害怕留后遗症。别染指甲好吗？我一干点啥呀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我一年我好像直播了这几年，我没几回染的。我连手指盖我都不怎么留，就跟那假小子似的。谢谢杨哥法灵。清音片好，以前都吃过这些东西。感谢大哥哥大姐。半欠宠爱呀，我飞。嗯呐，谢谢谢谢杨哥，杨哥你手机用户上面能开真爱，你帮飞儿开个真爱，开完真爱可以做任务，多吃辣椒以毒攻毒，你是不是良民，明打打的坏呀你。我这杨哥你只能单刷，能不能连刷？谢谢难得糊涂哥。弄了教教我，在那个上边有个小翅膀那个地方，把你写在
我一天天我都不咋说话，除了玩游戏啊，上直播呀什么的，能说说话。都平时我都不怎么说话，就我搁家我很少，都就跟我妈都很少聊天，都不怎么说话，就能省就省。我会替你们好好照顾费尔的身体的。感谢哥哥，哇，谢谢哥哥这个三组巴掌，谢谢。哎呀，巴掌有画面啊，现在。谢谢哥哥，千万不要相信就是加你们好友这些人，就加你们冒充菲儿加好友的，全不要相信，充值返利啊，加微信号啊，全是骗人的啊。需要休息，对，你非啥都不需要，现在需要休息，主要是需要闭省，就是需要休息。谢谢杨哥哥。要闭音才能恢复。四里上回都有说让我休息一个月，我一直没休息。你们有没有信心上边出了个飞机咱们家就飞一个，必须给他跟住了。1314不行了，66还跟不住吗？感谢杨哥，谢谢杨哥，谢谢，跟不住，大的跟不住，跟小的。又来了，再来一个，换人，轮班上。感谢东区哥，谢谢孤独哥哥，跟住。谢谢夏天叔。谢谢，咱们也不行，我也要巴掌。不就是飞机吗？我不在乎名次，我就在乎多少个飞机，你别管是啥飞机，这东西干的呀。不是真挺有魄的，我真挺佩服他们，太有魄了。谢谢东区哥、夏天哥、重新开始哥，有点杨坤的味儿。哎，我要成杨坤了，你们还喜欢我吗？我就想唱歌，一坐着是不是职业病啊？谢谢烈影哥哥。啊，看见来了。嘿、hey.在那个路灯的下面，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，不知道她从哪里来。嘿，小姑娘哭得多悲伤，谢白一哥。是谁抛弃她，现在该往哪里去？哥不高没事，哥高就完犊子了。谢谢，感谢我们家战一马这飞机舞吧。又来了，哎呦来了，他来了，跟住，感谢飘渺哥哥，谢谢杨哥，俺们都已经把他当成假想敌了。我不能激动，不能喊，好，谢谢杨哥，谢谢飘渺哥哥，杨哥可以塔滑了，好的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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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踩脚 ，Hello， 我这手确实挺胖，发现没？嗨，老大，羡慕你这个身材啊。我就特别羡慕你瘦，特瘦，不行，这样事儿不好，容易个人。咱们个人呢？你瞅我胖的肥的流油了都。我想长点肉，真的得长点肉，再不长肉，这个出去都要被风刮跑了都。那
这个我不跟你讲，就是我台风的时候，我指定能活到最后。嗯，是你的，我这现在出去，本来已经这个地方。我考考你，这个英文字母念什么？嗯，不认识。啊，那好吧。我其实我认识，我就是没想说。嗯，台风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十八组六六哦。我们家窗户是开的，干嘛？对，细胞，你们冷不冷？冷，今天下了一天的雨。啊，那好吧，那我不能去你那儿。谁家热？我看哪个主播哪谁家热，我直接我休息两天不行，我这嗓子哑了。我上哪家？我上他家，我上他家避暑，不是？我上他家，我去猫个冬啥的。嗯，要不真的咱们那个找个农村烧个炕也行，咱一帮人都上那儿一围还挺好，整个小火锅都往炕上一躺多好。那你过年时候是不是完了你们都来？嗯，我看行，这事行。完了我过去给你带点酸菜。哎，郑宝家那块比较热吗？福建那边应该会热一点吧，比我们。但是太我的妈！我这块的飞机没有那儿没有直行的呀。你去过江宝家那边吗？我到过莆田，然后厦门、福州没去过。福州热，一会儿我小降降。不行，我上那儿避避暑去，不是冒个冬。咱们我就直接搁那儿待冬天。他那块干不干燥啊？我不知道福州跟厦门差多少，但是厦门那边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也挺冷。就是有的时候一出太阳吧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就需要脱了就穿一件衣服，然后早上和晚上又冷的不要不要的。酱宝那边酱宝家也冷，那冷了还不去了，先唱个歌吧，我研究研究，到时候你们给我研究个地儿啊，看看谁那块避两天暑去，不是冒个冬去，还老兵避暑。三亚太热了，我去过。今儿唱的什么歌？嗯，老妹你想听个什么歌？嗯，咱们家宝宝有没有想听的啥歌？北方冷，我们这儿可冷了。暖气来了没？你那边？没有。啊，去非洲？要不你整个小太阳吧？啊，整个小太阳吧。行，来吧。嗯，我唱个那个新学的一首歌吧，叫《该》，可能有一点点伤感。嗯，该。嗯，该。好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好嘞，好，把这首《该》送给四八二三所有的兄弟姐妹们。咱们没有过真爱的任务啊，赶紧把真爱任务都过一下。嗯，把真爱任务都上一下哟，还差484个，刚过两星任务。事到如今还沉默不语，恍恍惚惚无常无头绪，是因为你的离去，我才明白反悔不被允许。曾经是谁不管也不顾，对于未来也并不在乎，现在说这些有点唐突，也只能表达我的祝福。想你，我该怎么忘记？我该怎么把这一切都放弃？活该我为难我自己，谁叫我遇到的人是你？我该怎么整理？我该怎么联系？我该怎么把你删除我记忆？活该我不爱我自己，谁叫我付出了我的真心？辛苦了，也只能表达我的祝福。
记忆，活该我不爱我自己。谁让我付出了我的真心，却得不到你。好啦，该。哎呀，好伤感呀。他这个该跟那个该不一样，他是因为感情的该，我是嗓子跟这没有关系，别想歪了。谢谢爱梅字什么玩意儿，风梅超风啊，这名太长了，你要给主播弄晕了。欢迎大勇哥，好久不见了啊，欢迎后期来的宝宝们啊，欢迎刚刚回到家的宝宝们，哥的名字叫该啊，你可以泡温水服用。啥药你们说的，我都该吃你嗓子吧，我都吃了，就是休息比啥药都好使。不行，咱把他那边太冷了，带你们都一组玩一会儿。谢谢白衣哥还有杨哥飘渺哥重新开始。谢谢。完了，喜欢细宝给细宝点点关注，细宝还是挺腼腆的。伤、你是不是吃胖的都是伤感哥呀？你这是扎心女王啊，扎心女王他们一起的。基本上全是伤感的，差不多都是一些伤感的歌。他们说你像唐那个字念什么？唐嫣啊，是吗？不是，他长得像我。去下一位追梦人，再来一个吧，再唱一个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守军会在这个地方帮点关注啊。到时候回去直播，你就可以进入他的直播间了。为什么老卡？不能啊，还有什么歌？不以为然，梦然的那个歌听过这个吗？新歌听过，来吧，这歌也挺好听的。感谢，谢谢试试爱你这个歌，疯人院。这名字都没谁了一个，来吧，好嘞。好了，欢迎所有的小伙伴们在这个时间走进我们的4823，没有过真爱的任务啊，赶紧把这个真爱任务过一下，还差401个过两星，兄弟们加加油！把这一首《不以为然》送给你们。一天一天，我成一遍一遍，找寻昨天，忘了明天，听见。承诺就在耳边，剧情变换谁是终点，一板一眼过了一年一年，相同的脸渐行渐远，漫天模糊了我的眼，就像两只孤单的船，你对我的爱不以为然，话到嘴边眼神却流传，我只好假装自己很勇敢，倔强的不肯互相取暖，你对我的爱不以为然，不能融化心底的冰山，找不到的帆是谁的彼岸，我能怎样爱慢慢释然。谢谢啊，感谢所有的兄弟们送的礼物，谢谢大家。还有358个哟，真爱任务再上一上。一板一眼过了一年一年，相同的脸渐行渐远，漫天模糊了我的眼，就像两只孤单的船，你对我的爱不以为然，话到嘴边眼神却流转，我只好假装自己很勇敢，倔强的不肯互相取暖。谢谢，感谢
心底的冰山，找不到的帆是谁的彼岸，我能怎样爱慢慢释然，你对我的爱不以为然，话到嘴边眼神却流转，我只好假装自己的勇敢，倔强的不肯互相取暖，你对我的爱不以为然，不能融化心底的冰山，找不到的帆是谁的彼岸，我能怎样爱慢慢释然，你对我的爱不以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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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，你对我的爱。挺好听，唱的还不是很到位啊，这首歌就是刚学的，还唱的不是很好。没事没事，谢谢 FAT 哥，谢谢吴晨平平，谢谢跑得快，谢谢海豚，谢谢小周，还有千羽金世元哥，也谢谢顾哥哥。那到时候一会儿带你们打打游戏啊，带你们打打游戏。完了，大家喜欢西宝的点点关注啊，我今天就不唱了，谢谢感谢老大，特别不太舒服。好了，那我就下去啦，拜拜，拜拜呀，又连上了这一天。你们喜欢谁？你们喜欢谁？麦序上你们喜欢谁？你们喜欢谁？我来谁？靠！你能不能好好看看麦序有没有他的名字？他要能在我这拍麦序，我就牛逼了。还是打费尔的多，你们也没谁了。女文找我斗呢，我来，我跟女文先斗一把啊。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等一下，费尔，这个地方开首播，点一下这个地方。Hello，Hello， 宝贝儿，你刚刚是在连麦是吗？对呀，啊，我说呢，特意告诉你一下。啊，我说呢，我说呢，我刚刚连了两个，我说怎么都没有接我的呀？原来是在连麦呢。啊，那个感谢感谢，欢迎那个新哥，欢迎我们的清风说，感谢谢清风说。那个这样的宝贝儿，上一次的时候，哎，我先想弱弱的问一下，你这个头发是自己编的吗？找了两绺自己编过去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可简单了，整两绺头发。在前面一系，啪，你往回一扔，就这样了。你是编了一下还是一系呀、啊？就简单编了一下是吗？编了完了，你搁皮套一系在前边，完了你扔过去就这样了。哇！但是我有刘海咋整？没事、啊，刘海旁边你就可以自己弄啊。谢谢、谢谢谢谢荣哥，谢谢。哎呀呀！欢迎回家，宝宝们啊！欢迎回家，没有做摘肉，注意摘肉，注意。感谢谢新哥开通的守护啊！谢谢谢红宝宝，谢谢。嗯，那个啥，主要是我的头发可能是前面刘海不太适合，所以说我觉得像你一般了啊，他们女孩子能把那个头发能成留成中分啊，这样的话就感觉是特别女神的样子，所以说我这辈子注定与女神无缘。你的头发不够长，前面刘海确实是不够长。这么阳光啊！嗯、感谢谢新哥，谢谢谢宝贝，咱俩一人一百秒的时间呗。行，你先来。嗯，那我就把这首歌继续唱一下啊。咱们大家如果说有巴拿的，我们可以唱上巴拿，兄弟们一起来把它笑一下啊！今天加油团，记得过一过。你不是女孩子了吗？啊，我是女汉子。谢新哥，谢谢。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文星。窗外的麻雀在。
生的嘴，你说着一句很有撒点的感觉，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了回回，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。秋刀鱼的滋味，猫跟你都想了解，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。那温暖的阳光像刚摘的，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，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，就像雨水源自落叶，跟我的思念后空雨蝶几曲是非，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出现在我世的每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菲儿宝贝啊，宝宝再往那颗，谢谢谢谢。那个黄瓜没有用的啊，没有也没有提成，完了吧，就一个特效没啥用啊。我今天嗓子哑，就不唱太高的歌了啊。欢迎我亲爱的宝贝，谢谢刷礼物的哥哥们，谢谢。完了，有巴掌的左左巴掌。先是飞客。主流，谢谢谢谢，一会儿我再感谢加直播，帮我记一下啊，帮我记一下。最后这一秒怎么就唰啦一下笑得这么快呢？我一开始以为这哥们都在挂机呢，原来都在呀，上得好快啊！不过我们这个输了一组紫光啊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了啊！感谢感谢我们所有的兄弟们，谢谢我们的六月么么踹。那个输了就要受惩罚啊，这太正常不过了啊。嗯，刚刚有个宝贝问，不罚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还藏着呢，欠条。罚吧，罚有意思，别欠了，罚着吧。啊，欢迎农民哥。欠着吧。你咋这么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菲儿，要是这场我赢了，我指定要惩罚你啊。你也得惩罚我，你要不他们老说我滚刀，惩罚说快惩罚我吧。感谢左右，不惩罚了，聊会儿天。这样吧，惩罚你就把你保养嗓子的秘诀告诉我，我这嗓子总哑。你又哑嗓子了？我这两天也没休息，嗓子哑了，本身应该休息的，完了没休息，一直坚持着直播。我先跟你讲，宝贝儿，你大姨妈的时候你就少唱点高的歌，特别容易哑，那时候一唱歌就容易哑，一唱歌就是哑。其实我今天练了一会儿歌，你看我嗓子也哑了吧？但是你高个嗓门一说话就显得不哑了，你这样说话就是哑的。
也就是说说话就是怎么保养嗓子，就是大声吼、大声喊、大声叫，然后就不哑了。嗯、这个坑啊，你是又去了。感谢谢谢。一大姨妈妈，一唱高音的时候肚子会疼，而且不费嗓子，这个是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真的，它有毒。嗯，怎么能解毒？刷巴掌就解毒了？你平时的时候多喝水呀、啊？平时喝水多吗？多，我哎呀妈，成天我喝药喝水，啥都有。尽量少喝点药吧。那个治嗓子，就不要说是买那种治嗓子药，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。晚上的时候喝点什么粥啊？我早上起来，我一般早饭都是拿两个鸡蛋，然后拿热水一沏，他们说对嗓子好，放点蜂蜜，放点香油，去除腥味儿，然后说对嗓子好。我一般早饭就是这个，只要我起来加播的话，都要喝一喝这个，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，可能心理作用上可能会是管用的。但是鸡蛋冲水是不好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为啥呀？它鸡蛋，它那个鸡蛋本身它是好像有菌呢，还不是什么东西，还是什么，就不要最好是要不就煮熟了，要不就炒熟了，冲水喝是不好的。豆它是拿那个热水冲的，应该没什么，反正是有点降火，应该是那个什么的啊、嗯，应该是倒点蜂蜜。宝贝，下次再切磋啊。好的，拜拜。这家伙，你还看着秒呢，我都唠忘了。反正我就听人说有菌，那也不是什么玩意儿，寄生虫嘛还是什么？他们说的。剑锋哥威武啊，大气啊！你们是不是看着我这样特别可怜呀？谢谢。你们要这样看着我可怜，明天我就休息了，不像你们看着我可怜。现在就来三哥。谢谢大哥啊，谢谢大哥的帽子，大哥的紫光没谁了啊，厉害了对吧你们，今天还连赢呢，谢，完真爱团任务过一过，就是带你们打打游戏玩一会儿，这不是我一听着曲儿或者一放歌我就控制不住想唱歌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多睡觉，我还行啊，还可以，我能尽量不操心，我都不操心了，就睡觉了。就这两天不舒服，咳嗽，跟咳嗽也有关系。啊，雷哥那个生日那个不是年不是那叫啥了？首秀我已经去过了，已经去过了。北方天气干，嗯呐、啊，特别干。等到那个时候，嗯，没看到你呢。我靠，我基本上是前两溜刷礼物，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刷的。但是我刷礼物的时候好像没有几个刷的。完了，我看人没到齐，那我就先咔咔三下五除二，我就去刷完，我就一天完我就回来了。以后越往后人越多，完了。反正我也不是为了点关注，也不凑人气啥的，你刷完就走，刷完就跑了，连个麦，所以我就服了。谢谢小飞侠哥哥，谢谢。第三连的，什么第三连的？看打王者。我要你看打王者，你飞的那榜都拉成这样了，还不唱歌，我都着急，我都好意思休息，你不唱歌。我要是打王者没礼物啊，你这过完真爱任务还是可以这么想一想。猥琐发育，别浪。对哈、啊，我还忘了991事儿了，咱991那个嘎干出20多万去呢，还差100个。我先纳闷儿，什么情况呢？这两天都。大姨妈来的时候，就是同学腾个特别上去休息3天，周日就不休息呗啊。
那以后大姨妈来了我就休息一下，保护。我自己感觉我自己那个啥，我自己感觉我自己那个挺皮实的呀，真的，我感觉我是就铁打的似的。九九一那天挺牛，牛啥呀我？哎呀可，哎呀。让你们见笑了，主要是你那啥呀，你那边姐这太猛了。哎呀，能维持这个前十我也是够那个啥的了。其实一天你们不知道，我一天直播的时候。这个心呐、啊，这分心。我一天我还得看着这个人气榜，完了还得看着贡献榜，还得看着人儿、我还得看着这个我这个精彩世界那个那个排行榜，我还得看着一天。想的多真累呀、啊！什么时候像我似的成天聊天，能不出前十我就牛叉。自由的风环绕在你我身边，你的脚步在爱情里探险。这个群那个群，哎呀妈！其实你们不知道，我真是小本逼，脑袋真不如，真的不如人家转得快，所以说我就觉得累，就像上学似的。人家念初一，我人家念大学，我直接上了大学。我一个小本，我跟着上大学，我真累呀。咱现在建个群吧，可以啊，等休息的时候演一演，就好好弄一弄的。休息固然重要。我的人生挺成功的，其实人吧，容易满足的人就比较容易幸福。我是其实挺容易满足的，就是。有些东西碍于很多东西放不下，绝地求生我不会呀、啊。我看了那个视频，全英文的，你这小本玩不明白。主要玩的时候放不开，确实我。你说我吧，就是在现实还可以，我觉得就是闹啊聊天，但是也没有太过的，就是搁网络上就抹不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非死要面子活受罪的。而且一般的地儿我不去，去的一般地儿我都比较肝疼。只多不带少的，你非还绝对不带差事儿。嘴不好搁礼物补。没谁。放开就牛了，也不一定，你非放开了也就没有这些铁粉。其实你就是很多人说像这个学习像那些，他们确实我应该去学习，但是还是要有自己的这个咋说呢，每个人都不同嘛，因为每个人的一个人的性格会吸引一批人的性格。我要是真是那么厉害的话，也就没有这么些人为我这个冲锋陷阵了，就没有那么多人爱我了。嘴笨点儿，其实我嘴笨点儿也有好处，有嘴笨我们家粉丝厉害。
我看你两年多直播，你看我两年多直播，你我好像第一次看你。嗯。完了，二先生，我过来就带你们玩一会儿。来吧，给温柔连一把，我还是不想，我真的不连麦了，我看温柔在哪连麦。温柔在吗？连完了带你们玩会游戏。Hello， 你说你挡那儿有啥用？你挡这边这视频往这儿照，你说你挡那块有啥用？哎呦我天！不，你挡那把视频挡，每次我都这么着。你这么着不还是这边吗？你这挡，哎呦我天！每次我有点对，我们咋能不能学我点好的？都学的这么笨了呢？就是视频的角度问题，视频角度已变了，然后老是忘记。你看你不挡视频这边，你挡屏幕那边，对不？我都正着。啊，完了脸这么露出来，完了往那儿挡。好吧，今天给我们带来大家好，小伙伴们好。歌呢？嗯，我想唱那个。古风的就是芙蓉雨，风筝误，嗯，那就唱芙蓉雨，就是、还有望尘谷、那个，嗯，来刚才你说那个吧，完了那个给七彩的那七彩这个主播也是咱七彩的，叫温柔啊，赶紧关注杜十娘，你们不听过了吗？他是纯纯的大长腿，一般的人腿没他长，一米快一米八的个儿的，一米七五吧，是一米七五吗？嗯对老羡慕了我这个儿，我这辈子就唯一遗憾的就是我这身高。我觉得个儿的挺好的，穿高鞋都挺好，我都没办法穿。你不穿正好，穿高鞋老累挺了，我告诉你。他们因为我身高，他们都不跟我玩了，他们说太高了有压力，我走了，不支持你了。他们都走了。为啥呀？他们觉得我太高。他们是嫉妒你。高了。真是的，他们是嫉妒你。你有能耐你娶个一米七大个的美女回家当媳妇儿。是呢。还害怕呀，你看那个叫什么郭敬明是吧，人郭敬明。还有谁呀，是不是他们好多人都是。谁我不认识他呀。干啥的就是一个演那个什么真实名演业啊什么的。对，然后就是个儿特别小，嗯，然后娶了特别有才华，就是。啊，娶了一个，应该是也娶了一个，就拿什么潘长江什么他们比吧，不也都是很矮，然后娶了一个大高个儿吗？是吧？王祖蓝娶了个模特，嗯，啊，还有谁？不知道了。那叫有本事，别怕，你知不知道？能把大个娶回家，那叫有本事。想当年，哎呀，你可别说了我的历史了。完了，有个初恋，我暗恋人家，暗恋人家之后吧，人家嫌我个矮，不跟我处。哎呀别提了，老伤悲了，这个个儿就是那个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我是长不高了，就这样了。后期我就寻思了，打草的你取个电线杆子吧，我唱歌一寻我就来气，幸亏没跟他处对象。对，好，一首芙蓉雨送给小伙伴们。随他陪身为轻声而退，斗胆了一池梅叶丹砂，花穿开心随他，谁不作美偏起风沙，一碰撞月色轻黄，偶闻的余
自己功能已出息，不枉那功成名就又怎地，都呼唤成绩羽翼，岂不知你已在花里。谢谢哥哥们，谢谢。长大我现在已经改很多了，每天都把着麦克风唱歌。花船开，心随涛，谁不作美，偏起风沙。一碰窗，月色轻黄，偶闻得渔翁一席话，多一份情又怎地，站在别人的雨季，淋湿自己空难以出席，空望的功成名就又怎地，成绩羽翼，岂不知你已在花里，多一份情又怎地，站在别人的雨季，淋湿自己空单一出席，空望的功成名就又怎地，都呼唤成绩羽翼，岂不知你莲蓬子落地，几回明。真的还改了好多哈，你可以没事的瞅这个视频，看看视频，不要总看这样总看我们，看你的眼睛是往那边看，不是看我们。嗯，没事你就唱个歌，给我们个眼神，瞅一下视频。不行，这样瞅不好看。可以来个飞眼儿给我没事儿啥的，谢谢谢谢那个信仰哥、冰心哥哥以及张密哥、南陵王哥、破碎哥，还有剑锋哥哥，还有浪枪哥，谢谢。行，完了让温柔休息一下哈，温柔到时候一会儿直播的时候可以就是下去之后你可以看看练一练，我跟你说了。谢谢，感谢宝宝们的礼物与支持，完了给那个温柔麦序上在六号麦点点关注，作业得完成的不错哈，挺好的。水哥说：“哇，你们不能总装去这个听我的唱歌去跟别人辩谣，你们都听了三年了，这个声音你们自然熟悉了，跑调它都是好听的。”谢谢王者归一哥哥，是不是啊？有道理不？欢迎亮叔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有点自恋，我咋听我自己唱歌都怎么好听。其实我自己听自己唱歌的时候有催眠的功能。但是我不能天天自己听自己唱啊，他只能就是听新歌嘛。就单曲循环慢歌，干啥呀？耗子，你要上房啊？把耗子抱来，来来，你想咋的？怎么的了？这是。耗子，你能开麦吧？好像有没有权限？你是怎么的了？这是。哎，你这个名字能改吗？我看后边是什么
七七，我女神，七七是谁呀？现在唱歌最好听，现在你飞完了，你飞嗓子哑了，真得休息了。你不认识你写人家名干哈呀？现在我看你直播可以哈，啊，完好好练练，完了给你往脱口秀这个啥的，我看脱口秀那边，我觉得你可以去往那么去去。主要现在你的脱口秀我都不敢连你，我害怕他们喷了。你说话太那个啥了，我昨晚上给我看的，给我笑的肚肠疼。这句话我算记住，女主播能给你这给你那个，你耗劲能给你啥？来，欢迎海川哥，又上岔号了，天，你这一天能不能行了？谢谢天天哥，是不是号要上差了？搜战神，欢迎神也迷茫，这一个个全上差号了吗？耗子真有一米八吗？耗子都快一米九了，我感觉，哎，你说谁行？我觉得耗子你和温柔挺般配的，你俩身高可以。耗子都快一米九了，还有没有一米八？别人打游戏了，你会玩吗，哥？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好个屁老鸭子，好好好，好也不给你。想得美。耗子身高高都快一米九了，一米八十多，我在他跟前我就到他肩膀。你说你是你们那儿的首富，可是妹妹我一点也不在乎，今年二十四，明年我二十五，其实我也想着，我喝的不是药，这是下火的这个茶，一个好贵族，只是我不敢相信这我可没说是太子妃，你可别安闹，我是说他俩的身高比较般配，又没有说人比较般配，就这样似的，温柔两撇就给他周一跟头。也不对哈，他俩身高差不多，周了一个跟头。他俩要干起来说不上谁赢。主要腿都挺长，跑起来都挺快。我穿得很喜庆吗？我就给你们玩王者荣耀。好了，没有过摘肉的，把摘肉过一过。我一点都不坑，有我微信的上线了啊！完了，那个最好是咱们自己家人组成十个队，自己家人整成十个队。谢谢谢谢，欢迎我宝哥哥，谢谢谢谢哥哥。妈呀，太激动了，我不唱歌你们 MC 唠嗑耍，我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挺开心的，你们都哄着我玩。
对面放水，对，那拉倒吧，那还是五个人玩吧，对面不带放水的。我看对面是谁啊？现在三楼，看对面是谁？你要站这儿，你要敢打我，回来我就给马甲吓了他。我追你的时候你不行跑，我打你的时候不行还手，我推塔的时候你看着就行了。那容易赖皮，比较赖皮哈。谢谢商哥。那就不能自己家人玩了，那就不能自己那个那只能是五个人战队，再来四个人。谢谢瘦哥，谁不坑完了谁告诉我一声啊！谢谢商哥。